拆老婆饺，我这个是辣炒的，来三罐啊。辣炒的就是是炒的，然后汤少，捞汁的是有点甜。它这个没有甜味，就是辣炒的不甜。对，哇塞，拆两罐得了，闻着太香了，就这些吧。来个方面，哎不行，这太香了，几包？39.9三罐，可以选择辣炒，也可以选择捞汁。可以加热吃，铁毛。就是关于腥不腥呢，就是。不爱吃海鲜的人可能会觉得腥，但是你爱吃就不会觉得腥。可好吃了，你就是比较爱吃。吃。我真烦。